一号戴王冠的是我妈妈，二号粉色头发是我妈妈，那三号短发一定是我妈妈。宝贝，你们找错妈妈了。妈妈怎么就是这样？不要妈妈，不要妈妈！小宝宝们不要哭了，你们的妈妈只是穿错了衣服，你们只要帮他们穿上正确的衣服，他们就能变回来了。真的吗？那我先给妈妈穿衣服。我妈妈的头发是最漂亮的粉色头发，换。宝贝，你真棒！嘿嘿，接下来我要给妈妈换衣服，妈妈最喜欢穿黄色的裙子，一定是这件裙子，我穿。小贝，你选错了。我又变成了这样。没关系的，小贝，你下一次给妈妈穿对就可以了。我要重新给妈妈选衣服，一共两件黄色的裙子，上次选错了，那这次一定是这件，然后搭配上粉色的长发，还有黄色的鞋子，鞋子也有两双黄色的，我忘记是哪一双了。大家能不能帮我选一下啊？是这双的话，大家就发送11；如果是这双的话，大家就发送22。原来二号的高跟鞋是妈妈的呀，我选。太好了，我恢复原样了。小贝，快跟妈妈回家吧。耶，跟妈妈回家了。小贝真棒，不知道大宝和小雪能不能帮妈妈选出正确的衣服。小雪、大宝，你们也开始给妈妈们选衣服吧。我的妈妈是短头发。等等，大宝，我怎么记得阿姨的头发颜色不是这个呢？应该是这个才对。真的吗？大家说我妈妈的头发到底是哪个？好多333啊！原来小雪选的才是对的。谢谢你，小雪。该我给妈妈选发型了，是哪一个呢？找到了，戴王冠卷头发是我妈妈的发型。小雪宝贝，你真棒，一下子就找到了妈妈的头发。我也可以一下找到妈妈的衣服，一定是这件蓝色的，我选。选对了。大宝，你真是最棒的宝宝。我也要当最棒的宝宝。我妈妈穿的是红裙子，我选。小雪，你选错了，你好好看看妈妈的衣服是哪个。哎呀，应该是这个，不换。这次是对的。小雪、大宝，接下来你们要小心了，因为你们已经选错两次衣服了，如果最后的鞋子还选错的话，那你们的妈妈就变不回来了。宝宝们，你们一定要加油啊。好的，妈妈。妈妈的鞋子是蓝色的，这里只有一双蓝的，所以一定是这个，我选。哇，我终于变回来了。大宝，妈妈带你回家。好。大宝也跟妈妈回家了，现在就剩下我一个了。小雪，妈妈的鞋子是红色的，你只要选对了，我们就也可以回家了。好的，妈妈。有两双红鞋子，这两双鞋子到底哪个是我妈妈的，我分不清。怎么办啊？难道我不能跟妈妈回家了吗？小朋友们，你们知道哪一双鞋子是我妈妈的吗？知道的话就快发送编号告诉我吧，谢谢你们了。开饭了。大宝，给你一个黑板擦。喵喵喵，真好吃。怎么可以吃黑板擦？小贝，给你粉笔。哇，喵喵喵，奶香味的，好好吃。小妹，给你一小块黑板吧。哇，应该是抹茶味吧。喵喵喵，什么是芥末味？这些东西根本就不能吃啊。小朋友们，你们可千万不要模仿。小雪，给你椅子。老师，我不吃这个，我要吃饭。这就是你的午饭啊。才不是呢，这是椅子，根本不能吃。可这是能吃的椅子，不是普通的椅子，你尝尝。是吗？我尝尝。喵喵喵，哇，真好吃，是巧克力味的饼干。对呀，这下你相信了吧，这里是美食王国，所有的东西都能吃。贪吃魔法。我相信了，桌子是不是也可以吃？喵喵喵，哇，竟然是巧克力威化饼干，这墙可以吃吗？是奶油，好好吃。小雪，可不要吃太多，会变胖的。知道了知道了。小雪怎么变得这么胖了？小雪太贪吃了，把所有能吃的东西都尝了一遍。对呀，小雪连墙皮都没有放过。这条河看上去很好喝，我要尝尝。喵喵喵，啊，居然是可乐，树上还有红烧肉。喵喵喵，下雨了，我们快进屋子里。好甜，居然是奶茶鱼。什么奶茶鱼？我也要尝尝。喵喵喵，真好喝，我们也要喝。喵喵喵，这个彩虹能吃吗？
喵喵喵啊！是糖果，我们也要吃。喵喵喵！大家不要再吃了，你们都变胖了。我怎么变胖了？我不吃了，我不要变胖。那我也不吃了，我还要吃。小雪中了我的贪吃魔法，她会一直吃下去，等到她变成一个大胖子，童话王国就没有比我更好看的人了。小雪，你不要再吃了，有问题。精灵之力，果然小雪中了贪吃魔法，怪不得这么贪吃。那你快解除啊，小精灵。进化魔法。我的肚子好撑啊！我怎么变得这么胖了？你中了贪吃魔法，吃了很多东西，所以才会变胖。怎么办呀、啊？我不要变成大胖子！我们也变胖了，怎么办呀、啊？没办法，只能减肥。小雪中了贪吃魔法才贪吃，你们呢？我们就是单纯的贪吃。我们以后不贪吃了。我这就去减肥。小朋友们，贪吃容易变胖，大家可千万不要贪吃呀！我们下次再见。我是蝴蝶结，我是乐迪，我是小猪佩奇，这些都是红色，可以合成。晚安。我怎么还不醒呀？看来必须找到真正的小红心，你们的机器人朋友才能醒过来。原来是这样，希娜，谢谢你，我们现在就出发。啊，怎么到处都找不到小红心呀？小雪，你看，我找到了。小贝，你拿的是苹果，不是小红心。可是它们都是红色的，应该管用吧？这我也不知道，还是问问大家吧。小朋友们，你们觉得小贝拿的红苹果能让机器人醒过来吗？如果觉得能的，发送777；如果觉得不能，就发送999吧。啊，大家怎么都在发999呀？看来这个苹果真的不管用，那我就把它吃掉吧。喵喵喵，真好吃。还是再想想别的办法吧。小雪他们竟然在找小红心，嘿嘿，看我的！啊，这里竟然有一个小红心，我能拿走吗？哈哈，小红心是我的了。恶魔，你干嘛？是我先看见的，谁先拿到算谁的。再说了，这可是有魔法的小红心，有了它，我就是童话王国最厉害的人了。这么厉害的小红心，千万不能让恶魔拿走。不抢我的小红心！哎，小贝，你怎么能这样？是你先抢我的，现在我们扯平了。黑暗魔王，再见！小贝竟然真的相信了，接下来有好戏看了。小雪，你看，我找到真正的小红心了！啊，太好了，我们快给机器人装上吧。小雪、小贝，谢谢你们救了我，我要把你们都抓起来，看招！啊！快放开我们！机器人，你怎么了？看来这颗小红心有问题。小贝，你从哪儿找到的小红心？是在路上捡来的。对了，黑魔王说这是有魔法的小红心，还要和我抢呢。难道是他在捣鬼？安静，我要把你们都变成机器人。不要！精灵之力啊！我们终于出来了，小精灵，谢谢你。你们怎么会被机器人抓住呢？这都是黑魔王在捣鬼。事情是这样的，什么？黑暗魔王也太过分了，我现在就去找他。现在怎么办？机器人还没醒过来呢。去找凯琳阿姨吧，她肯定有办法。凯琳阿姨，事情就是这样，你快帮帮我们吧。算你们找对人了，魔女之力。我这里有很多小星星，想要哪颗你们随便挑。哇，好多小星星呀。小雪，我们应该选哪颗呀？机器人之前的小星星是红色的，我们还是选红色的吧。没问题，晚安。啊，怎么不管用？让我来检查一下魔女之力。凯琳阿姨，机器人到底怎么了？它只是没电了，只需要换一块新的电池就好了。啊，原来是这样。凯琳阿姨，那就拜托你了。晚安，小雪、小贝、凯琳，你们好，谢谢你们救了我。太好了，机器人终于醒了。凯琳阿姨，谢谢你。不客气，这是我应该做的。小朋友们，你们想要一个机器人朋友吗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。我们下次再见。我要把房间涂成蓝色。不行，我要涂成粉色。明明蓝色更好看，我是猛男，怎么可以用粉色的？才不是呢，我是女孩子，女孩子都喜欢粉色。
小雪，你比我年龄大，你应该让着我。才不是呢，你是男孩子，你应该让着女孩子。嗯，这可怎么办啊？我想涂成蓝色，小雪想涂成粉色。我有办法了。什么办法？我们可以一人一半，这样你就可以涂蓝色，我也可以涂成粉色了。好主意，嘿嘿，我把我的房间涂成蓝色。我给我的房间涂成粉色。我要给我的房间放上蓝色沙发。那我给我的房间放上粉色沙发。小雪大宝，你们在干嘛？小贝姐姐，我们在装扮我们的房间。原来是这样，我可以帮助你们。变。这是什么？小雪大宝，只要你们回答正确问题，就可以获得家具来装扮自己的屋子了。哇塞，真的吗？太好了，快开始吧。请问这三个翅膀里边哪个才是精灵仙子的翅膀？第一个不是精灵仙子的翅膀，精灵仙子的翅膀我记得不是白色的。小雪，你是不是笨？你没看到二号写着精灵仙子的名字吗？可是我总觉得怪怪的。哪里奇怪了？我觉得二号是精灵仙子的翅膀。大宝回答错误。哦，不是吗？可是翅膀上明明写着精灵仙子的名字。不是的，大宝，应该是三号。小雪回答正确，这个才是我的翅膀。为什么？因为二号是我送给小贝的翅膀，所以才写着我的名字。哦，怎么会这样？小雪，作为你回答正确的奖励，这个粉色桌子送给你。哇，太漂亮了，谢谢精灵仙子。不客气。猜猜看，继续。请问几号尾巴是黑暗魔王的？黑暗魔王的尾巴，我想想，二号尾巴是绿色的，绿色尾巴应该是黑暗可可的。呵呵，我知道了，一号尾巴是黑暗魔王的。大宝回答正确。耶，太好了，谢谢你帮我找到了尾巴，这个送给你。哇、哦、太酷了，竟然是蓝色的钟表，谢谢你黑暗魔王。嘿嘿，不客气。我要把我的粉色桌子放进屋子里。那我也要把我的蓝色钟表挂到墙上。我的粉色房间实在是太漂亮了。我的蓝色房间才漂亮呢，不信你看，小朋友们都发送一一说我的房间漂亮。才不是呢，小朋友明明发送的是二二说我的房间漂亮。小朋友们，你们说到底我和小雪谁的房间漂亮？快发送编号告诉我们吧。我来检查了，你们偷偷玩手机了吗？没有。熊妹，你的书拿反了。对不起老师。熊妹，这节课是语文课。糟了，我怎么拿着数学书？熊妹，你怎么还不把语文书拿出来？我把手机藏在语文书里了，不能拿出来呀、这可怎么办？熊妹，你在想什么？没什么老师，我的语文书忘记带了。这不就是你的语文书吗？糟了。熊妹，这是什么？老师，这是我的手机。熊妹，上课的时候你居然偷偷玩手机，回家给我请家长。我知道了老师。千万不要找到我们的手机啊。小贝，你居然直接把手机放在桌子上。老师，我没有玩，你看手机离我那么远，你不信可以看监控。是吗？其实那个手机只是个 3D 投影，嘿嘿，真正的手机在我手里呢。奇怪，我是眼花了吗？手机好像晃了一下。不可， 3D 投影仪快没电了。小贝，手机怎么消失了？小贝，你手里是什么？叮叮叮。好啊小贝，你不仅玩手机还骗老师，回家给我请家长。被发现了。小雪，你没有玩手机吗？没有，真的没有。小雪，你慌什么？你什么时候养了花？今天刚养的，它就是红彤彤的一盆花。是吗？小雪，你也学会偷偷玩手机了吗？不是，这是花盆里的泥土，我把它做成了手机的样子。真的吗？真的，是真的。还真是泥土。好吧，小雪，是老师错怪你了。怎么回事？大宝，你的脸还会发光啊。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。大宝，你还有什么说的？没想到还是被发现了。回家给我请家长。知道了。今天只有小雪没有玩手机，小雪真棒，是给你一朵小红花。谢谢老师。我可真聪明，把泥土做成手机的样子，这样眼镜老师就注意不到花了。其实花才是我的手机编出来的影子。小雪才是最乖的孩子。不对，小雪为什么要把泥土变成手机的样子？难道是为了好看吗？肯定不是。好奇怪啊，那到底是为什么？小朋友们，你们知道吗？快在评论区告诉我吧。
Beep.